生命的潮，一颗心装满爱，风再大不飘摇。学会的花莲气氛那么严重，我们是否又来卤豆干？他二话不说说 OK， 是在921那时候，他那时候很高兴，感觉有点25年来，爱情不断的，爱情一直延续。老师，上一年几岁啊？18岁了。18岁，那就是80岁。80岁，对对对，85年，一朵花。他一直都在求菩萨说，让他身体健康，他都会去做，他不怕辛苦。只要说我身体健康，我能做我就做，不然怎么？他说能做就是。辣椒也继续了。别人依靠，用真心。